47H 一个一房厅，这么是一个 diary 的后卫，然后需要有 glassy space， 一个 dark 厅，这边也是朝南向的，这是它的样板房。好，这边是厨房，白色调的卧房。它里面放了好大的 king size 的床，房间里的也是朝南的，空调。房间里面的 classy 洗手间。洗手间里面的洗衣机、烘干机。好，这边就是出去的一个 pantry。